Welcome to Phonics.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Phonics 自然音标。Phonics 自然音标的课程来到2015年了，老师在这边啊，要给大家来一个新的一年的新的学习的这个计划。首先，在这新的一年的年度，老师把我们的自然音标的这学习课程啊再度进化了。同学们呢，如果想跟着老师一起去了解什么是音标以及自然发音的学习的话，同学们可以去老师的网站去下载老师的最新版本的R2 中文版学习啊，那当然页数很多啊，当然同学们如果愿意跟老师一起看，甚至可以给老师一些建议啊，在老师要把这书正式发行之前都可以跟老师做个互动。好的，那到哪里去找老师的最新版的这个学习呢？首先，你可以到我们的 Phonics 啊官方网站 Phonics phonics.org phonics.org 啊，打了这个网址啊 phonics.org phonics.org 之后，进入到网页的第一个大方大的黄色方块这边啊，有没有看到这边啊？在下面这个地方有个自然音标学习，配合 YouTube 学习 R2 中文版学习开发者教案啊，欢迎同学们来学习以及提供一些建议。好，就这个连结，你只要点进去啊，你啊，像老师现在做个示范，我们点进去，它就会开始进入下载我们的老师的一个像我们的这个自然音标学习的这个的方式啊，怎么样学习音标，怎么样学习自然发音，还有一些发音逻辑的理念概念啊，还有一些想法啊，我们要该怎么去读啊。当然同学们去下载的时候有发现它有黑色的字啊，也有蓝色的字啊。那黑色字是我们第一版啊，蓝色字就是我们有一些老师一个很好的朋友也跟老师做个分享他也因为老师中文不是那么好啊，我也没有办法再重新去学中文了所以说他也提供一些意见该怎么去表达除了英文把它改写成中文，在中文再把它进一步让大家都可以尽量看得懂为主啊。那在这个地方同学们如果下载完之后你可以影印出来好，那来我们现在就进入到我们的正式的课程。好，进入到课程之后这一个是老师多年教书来参考了很多不同的发音逻辑概念以及各式的公式是把它组合出来。好，在第一页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的自然音标发音准则。OK?我们看第一个图形它是箭头朝上这意思就是说单母音组合在单音音节发出长母音，举例来说像 boat 它只有一个母音 o 但是它却可以发出长母音我们画一个箭头朝上 boat 举例来说 boat 就是这样子字那双连音第二个符号双连音组合并且在第一个母音发出长母音举例来说 FEE feet 就是后面的母音不发声，前面的母音发出长母音，就是指这个图形。好，那当然双连音组合在单音音节内发出短母音，也就是说两个母音组合起来但是第一个母音是念短母音第二个母音却没有发音这是这种图形所以这种图形一般来说都是不规则的或者我们像这边举出来双连音组合在单音音节内并且发出长母音，在后
啊，就是后面的发出长母音。好，那之后老师会做一些简介哈，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就讲说有哪些图形好了哈，也就是说在自然我们自然音标哈，我们这个自然音标它跟一般的课程啊不太一样的地方，我们最主要啊是要利用这种图形，我们利用图解的方式去解释母音啊，那你只要跟着这个箭头走哈，不管它这个箭头是朝前、朝下啊。啊，这两个母音组合 v 加 v 啊，然后是前面的啊发出长母音，还是前面发出短母音？啊，我们就是看这个箭头朝上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一个长母音，啊，那它也许是在前或后。那箭头朝下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一个短母音。所以自然音标的逻辑概念呢，是要去简化，简化我们在学音标。啊，或者我们在做一个音标组合时，常有的人说，哎，老师，为什么 read 他念的，他有的时候他念 read，那有的时候念 rat，他念 rat，对不对？过去是念 rat，现在是念 read，你就利用这个箭头符号，你就可以改变，我们就可以去揣摩，揣测说，这个。母音它到底是发出长母音还是短母音？啊，它到底是 long vowels 还是 short vowels？啊，这就是我们讲说自然音标想要展示出来的不同的发音格式。所以再看我们第一个格哈，最常见的有自然自己朝上，或者后面不发音，前面拉出长母音。或者我们看第三个图形，后面不发声，前面念短母音；或者第四种，前面不发声，后面念长母音；或者这种哈，第五种，前面不发声，后面做短母音；或者双连音，啊，就是我们看到两个圈圈，就是两个各取一个，各取一个母短母音啊，各取一个，我们讲破音字，像 R 跟。R 或者 a 5 a 5，我们讲 a 5 o 这样子的，我们讲特殊的双元音哈。那或者我们讲三连音，就是画三个圈圈，然后把它组合在一起，三连音哈。所以这个是二连音，这个是三连音，这个叫做 diphthongs。那当然，三连音叫做 triphthongs。啊，也就是说，自然音标的组合就是利用这些符号哈，箭头前后或者是圈圈来表示它是长母音、短母音，短母音哈，长母音或者是 diphthongs 或 triphthongs 之类的组合，或者我们讲说像箭头哈，如果说它画一个箭头后面两个十字，这个就是 V 加 C 加 C 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尽量用这些简易的这个符号，来告诉你，来告诉你说，这个母音的跟子音的组合，因为我们就讲嘛，我们讲说英文字母有26个，英文字母有26个，其中5个是 vowels，也就是我们讲 a e i o u，3个是 semi vowels，也就是 r w y。以及 consonants，剩下的就是我们讲说什么子音嘛，比如说 f h k p s t，v g b z d，还有什么呢？l m n，还有什么呢？c，j q x，这些都是我们讲的。子音嘛，所以不管我们讲一个单字，它就是母音跟子音哈，母音、子音、母音、子音的组合嘛，所以我们要就是要了解说，哎，到底这些字组合起来，它会得到什么？到底它例如说我们说母音哈，母音加母音，通常我们会得到要么是长母音，要么是双元音，diphthongs。长母音或双母音我们讲说双母音，
对不对？大致上就是这样子嘛，那好，所以说我们还有其他的符号，例如说，例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这个，短母音符号、长母音符号，还有我们这个破音字念 a，破音字念 r 或 o，破音字念u 或 u，所以这个是短母音、长母音。破音念 a，破音念 r 或 o，破音念 u 或 u，破音字念 a，破音字念 e，以及长义音、长假性 y 音，破音 y，还有弱母音e 或 e，这些符号就是告诉你所以你在读的时候，它的意思就是说。老师整理出来我们常规的五个破音就是在这里了，也就是说母音如果变破音字时，它要么就是念 a，要么念 r o，要么念 u，要么念 a，要么念 e，这就是整理出来过的结论所以任何破音都是以这五个为主我们就称它就是 variance，这是一个破音好，那再来我们看也有。这个右边这图形又是代表什么？因为右边代表就是说，当两个子音组合在一起时，后面的不发声，前面的变 ch，后面的不发声，前面的变 j，后面的不发声，前面变 s，所以一样所以我们讲的破音字我们讲的，当两个子音组合起来却变一个音的时候我们的双子音组合却发出 ch、j、s、sh、z。还有怎样发出 ks 子音一个子音却发出 ks 一个子音却发出 ksh 组合变成 ksh 或一个子音它自己变成 gz 这些就是你要讲的，我们讲的子音的变化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大概所以你看到我们一开始的这些图形这些图形在箭头符号我们讲的一开始的这些箭头符号呢上下的，它就是主要就是告诉你，当母音跟母音组合时，或者母音到底是长母音、短母音还是双元音还是三元音。那同样的，它也会当母音跟子音组合时，它是箭头加线条而已还有我们的破音字在这边母音破音字当然。自然音标也有子音破音字所以你就知道 varying consonants， varying consonants， 子音破音以及 varying vowels， 当然这些都是我花了很长一老师在这边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利用这个交叉资料比对，还有这些各式各类型的这些字典去研究出来得到的结论。当然，我们自然音标也有所谓的告诉你，我们最注重的就是重音符号重音符号。利用重音符号，我们才知道说利用重音符号来去写出一些新的规则如何利用重音符号来去标示长母音、短母音的可变性当然这之后这在进阶课程。我们在后面几章你就可以学到这些答案所以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有写本发音方式需参本发音方式需参本书籍之发音图形以及音标对照，务必练习我们之后老师会出一个更新版的字典所以说如何利用我们自然音标的套用公式发音可以看老师之后的更新版在发音，不同地区可以有不同发音方式，请参考音标或当地惯用发音。请记得一本字典通常都会有两三个发音的可能性但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测说大部分人会怎么念。当然，像美国也有分东部、西部，还有中部的发音的方式的不同黑人、白人念的也不一样所以没有什么对与错就算是正统的发音我们讲 pronunciation 的这种 dictionary， 它也会提供你两三个有些字会有两三种不同的发音那我们讲 X 就是不发音也就是
它的组合位置哈，可能是一个母音或一个子音哈，它刚好它不发音，你就打叉了啊，所以这意思就是说你比较容易了解哈。好了，那在第二页这个地方呢，同学们跟我一起学习的时候，那我们来看看什么是 IPA 哈 ，International Phonetic Samples。这个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哈，也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国际音标哈。我们的这本书哈，老师写的这本发音是以 IPA 的这个发音准则来做编列的啊。那发音准则有什么呢？无声子音，在这边写 BR 就是代表 British 英式，那 AM 就是 American。所以当然如果写 BRAM 就是代表这个音这个音如 F 美式跟英式都有这个符号，如果他只写 BR 就代表只有英式有这个音，如果只写 AM 就是只有美式有这个音所以当你学英文时，老师要先给你一个小小的概念哦美式跟英式不是完全一样的有些音只有美国人才有，有些音只有英国人才有请不要以为两者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边有写 f h k p s t sh t ch s v g b z r d j d l m n n n r 这些所以在这个地方有没有看到老师编列出来三个假性母音 RWY 这边我也特别写这边都是子音对，比较要特别注意就是老师在这边特别编列三个特别的音叫双声子音 LMM 在字头的时候LMM 念 LM 在字中字尾念 OM OM、所以它字头跟字尾我们讲它的头头尾音它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发音所以我们把它就讲的简单一点就是双声子音它有两个音这个音在字头跟字尾它本来就有两种音那这个假性母音 RWY 是我编列出来的semi vowels 请你注意有特别注意有些符号有些字典如果像 Y 有些字典喜欢标这个 J 念 Y 有些字典标 Y 念也是念 Y 这个就是我们讲说两者皆有那记得一件事情我们这边有个编注在英式音标的字典中如 Oxford 中他们喜欢把这个 R 这个音直接就写这个轻弱母音 R 那美式就写还是写 R举例来说fire 英式标的是 fire 这是英式那美式标的是 fire 这是美式所以意思就是说当你看到 air 跟 air 英式标的 air 跟美式标的 air 其实讲的是同样的意思同样的意思但这边老师有一个 typo 打错一个字所以你可以不用看那同学们如果很有兴趣愿意帮老师把老师的这些中文稿也帮我做一些校正改对改进的地方老师如果很乐意你们有任何建议老师都会接受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先看看英式美式都有的母音有 A A E A A U U 那但这个是长母音老师不小心这边有个 typo 打错字还有这边什么只有英式的 R OR A E E 英式有这几个音那当然这几个这两个我应该划掉因为美式也有所以这边干脆写 AMB BRAM 那再来呢我们看到长母音有什么这个是短母音还有英式的 r 后面是三打一个勾后面有两个点
那美式的 er 呢？有的字典就直接这样写了 er 像 Longman 就直接这样写，所以可以参考或者这样写都一样那双元音共通共有的就 a i 那但你看英式英式的 o 美式的 o 就念 o 所以这两个都是代表 o，但是一个念 o，一个念 o 一个 o 音比较重好，再来是两个共通的 oi 跟 o，oi 跟 o 两个都有美国有 r 英国没有美国有 o 英式也不是的符号也不是长这样美式英式都有的 ear、air。ear 美式音是都有的 air 也 ear 那当然 br 专有的 ear 英式专有的美国没有那美式英式的弱母音有 ear 美式也没有那两者共通的弱母音两者共通的弱母音弱母音有哪几个呢？有 还有什么 ya，请记得尤其最后这个很特别，这就是讲一二三四五六六大六大弱母音有的人说，哎，老师弱母音有哪几个看到这个老师编列出来的 ，OK 就把它记住。所以什么是双声子音呢？代表这个子音本身有两种发音，如 banner banner 中的两个 n 它是念 b a n n e r 所以你会怎么念嘛 ？b a n n e r。我举例来说，为什么是双声子音？你看，我们把它分开来 ，ban， 你会先念 ban， 先念 a n n， 然后之后这个你念什么 ner， 对不对？你念 banner，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第一个 n 你念第二个 n 你念 n， 有没有发现这两个 n 你完全念的是不同的念法？一个念的是尾音。一个念的是头音，一个这个bam 它是在 a n 的 n 的弱甩尾的这个音，那 n 反而是字头的 n 的开头，所以你看看像 banner 连续两个叠字两个 n 叠起来，可是却两个都念不一样这也就是为什么老师想把它编列为双声子音给你个概念当它叠在一起还可以发不同音咯。所以假性母音之有声子音代表这个发音为子音所以有些假性母音它在字头时例如说 RWY, 如果开头的话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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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我们就把它当子音来念。如果是 RWY, 它前面跟母音组合母加 R, 母加 W, 母加 Y 时这时候 RWY 通常就当母音使用请看这两个差异RWY 当字首的时候当字首音的时候通常我们就把它当子音用字首时当子音那母音加 RWY 时母音加 RWY 时则我们当 RWY 当母音用这是一个概念这是一个概念所以奇迹的上面写 BR 代表是英式英语 AM 代表是美式美语部分发音只有在美式或英式中请务必详读之后的课程老师今天先教两页明天我们再继续剩下的课程谢谢观赏